卧佛寺这边大皇宫这个区域有一间泰式的酒吧，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喽。今天讲话速度超慢，今天来到大皇宫附近，然后这边有一间酒吧，它里面非常有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是酒吧，然后它里面的餐点呢是帕台，所以它是以一个帕台为主食的一个酒吧，所以要带大家进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厨师很面熟哎，是不是我前几天介绍的那个米其林一星的主厨？没错，这就是他开的另一间分店，叫马来。这边你好，马来，那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喽。大家，我们又来啦！今天为大家特别介绍一间餐酒馆，它主要是一间 bar， 所以这是它今天的菜单，超级丰富的。来过泰国人一定都吃过泡水，一定都吃过帕台，这些是泰国人的国民美食。没错，今天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他们的帕台特写。对，他们选用的是那种会发热的那种瓷锅吧。还是石锅、啊、对，它是石锅，好，有点这个叫什么，是石锅，石锅吗，石锅，对，这感觉可以砸死人，对。然后这个，哇，泰国虾不得了，泰国虾超肥，好大好大，超大只。帕泰的配料有什么，来考一下你们，帕泰花生还有什么，虾米的蛋、嗯、豆芽菜豆干，然后还有柠檬，柠檬，对，然后再来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叫什么 ？Lemongrass 是吗？香茅，有点像是葱吧？葱，我们这看起来就平常没在下厨。好的，好，安妮可来卡，把你的菜，菜，应该是蒜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菇菜。那菇菜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中文不好？我们中文不好，我们在补打上字给大家，这个是什么菜？可是我跟你们讲，会吃的这个是一定要吃的生菜，因为它有时候会有点甜腻感，会有点勾勾的，所以我们会加一点柠檬去中和。所以来近一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Squeak squeak。对，我们要先加个柠檬。你们都吃酸吧，各位？吃辣呀。对。好诶。好。这个我们再拌一拌啦、啊，不客气的啦、啊，没有再客气的啦、啊。呜呜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烟？这个烟有烟，热腾腾。来，给你看一下，这边我自己其实以前不太会吃这个生菜，但我现在吃吗？我现在吃，然后来这边特写花生，但是对花生过敏的人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但是花生粉是不是，对，它是花生颗粒粉。还有都有颗粒，哇，满满的花生粉，这份超大碗的，对，这样子哦，韭菜啦，韭菜呢？韭菜，一直很想要知道，我要先吃吃看，就是听说他们的招牌，好，其实为什么你会来到酒吧来吃帕台呢？因为我们很多外国人或是很多人，我们到酒吧。我们可能都会吃那种凉拌的或是炸的，但是因为他的厨师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不能把泰式料理带进酒吧里面呢？所以他们就决定说，用泰国人的国民美食帕台，这个配白酒超赞，可以非常的综合，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。等一下，我还在拌。所以帕台是一道非常好的下酒菜吗？对，我觉得是哎、欸，我先吃才知道，好，我不能这样子还没吃就先这样子讲。特写。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帕台耶，热腾腾，好好吃、喔、好吃吗？超好吃，你就觉得怎么样？还没有搅完就已经冲动的说好吃了，酸酸甜甜，哇，我觉得它的酱料搭配的非常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外面 local 的时候，那个调味料超重，对，然后会很油很腻感、就是那种酱油味，很泰国的那个加西油，对，
我觉得它味道超级综合的，就是完全适合配酒。然后这个是泰国的马提豆。哎，我觉得现在大白天，现在是下午两点，大白天非常适合帕台配马提豆。哎，我觉得很搭。这酒味重吗？不会不会，我觉得女生非常适合，清爽。下面一道为大家介绍泰国东北必吃的料理靠水。靠水它是在东北，在清迈那边最常见的，它是有点像是椰浆咖喱鸡蛋面，黄咖喱它鸡蛋面，它是用炸的，它的面比较特别，它是鸡蛋面去用炸的。我觉得如果要用台湾一道接近的菜来形举例啦，来形容大概有点像是那个鸡丝面吧，哦，有点像鸡丝面，台湾版本的鸡丝面，这形容会不会被骂？这道我还没吃过。这道其实它就是我觉得我平常少吃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很黏很割。它是里面是那什么啊？锯齿状的鸡蛋面，锯齿状是那个竹笋，应该是笋。哦，对，然后它这个就是哇，看起来好香、啊，炸过的。哎、欸，有在讲究哎、欸。对，这个是泰国东北的特色美食，它就是把泰国的国民美食、特色美食，把它结合到酒吧里面。嗯，不是只是让大家觉得说只要点炸物啊，然后什么薯条炸鸡啊，没错，或是 cheese， 他们就是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酒吧不能来吃泰式呢？就是把最特色的经典美食全部都带到酒吧里面。小心烫，这感觉就超烫，因为它刚才这个锅石锅端出来的时候，它整个在冒烟。天啊，石锅有保温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边喝酒，然后边享用热腾腾。小心烫。嗯，饿了。怎么样？酸甜苦辣。我觉得这是咖喱面，然后甜甜的，然后又比较狗一点。对，因为在东北的靠水其实有超多种的，就是不同的，我觉得每个家的煮法都不一样。嗯，它比较，你看它比较隔一点，但有一些会比较水一点。对，它吃起来就是我觉得很重的椰奶，啊嗯、椰奶味，很重的椰奶味。这里面你们应该就闻得到了吧？有超浓的，超浓的椰奶。女生吃这个，保证。就是这感觉好饱哦，这是可以，我觉得还蛮适合三四个人一起这样吃。Share， 对，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香，对，加油！看吃完了这些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杯那个 Vodka， 那个这要怎么讲？我们要怎么形容？蝶豆花，饮料，我们是饮料，小酌一杯。紫色呢，就是蝶豆花，大家最常见的。基底呢，就是 Vodka 去特熬的。哎，现在特调。对，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又吃又喝的。哎，真的很好喝哎，我觉得它没有 Vodka 很重的味道。甜吗？有点，它有加一点柠檬，然后蝶豆花，因为蝶豆花我觉得它加柠檬很中和，会变酸甜酸甜。因为它还会变成紫色的，对，我觉得它 Vodka 的量没有加很多，我觉得很清爽，适合女生喝，它叫蝶豆花 Purple Lady， 对，非常的适合女生这一道这个系列来搭配。它的酒真的都有带到一些泰式的风格元素，对，它会融合泰式的元素在。这个我会一直想要喝下去，但是等一下就看到 Jenny， 但是我朋友说越好喝越甜的酒。后劲很强，越容易醉，尤其你混酒的时候。嗯，我是混酒吗？绿吗？全部都是。今天跟漂亮姐姐出来吃饭，请问漂亮姐姐，我想要问问看，吃下去的第一口的感觉，来告诉大家。你都还没有吃，大家还没看到。吃了一口啊。但影片还没有记录到哦。如何？嗯，快点形容一下。你肯定是一个比较没有在吃面的人。那你觉得这个口感是可以的吗？嗯，有人在吃 pasta 吗？我看你这样的吃法，有人在吃 pasta。对，但是很好吃，好香哦。微微的香辣。嗯，我们来试一下是什么肉。这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厉害。呜呼呜呼，他怕我们吃不饱，又来给我们一份。母羊，母羊，
然后把泰放一样的哦，可以加在里面，这个加在里面。你变温泉哦，米粉来，我们要来摆盘，康姆一样猪颈肉要加上我们的文森的基底的盘胎，哎，铺好啊！你这看起来铺的不是很专业啊。它那个，这时候考验你，有啊有啊，考验你摆盘的美感啊，同学。有啊有啊，很紧张。摆得很漂亮啊！对啊，哎，这样子三个女生吃非常的够，超级适合小姐妹一起来聚会。如果下午想要先培训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先。对，来品尝一下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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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嘿，接下来这一道是他们的招牌，我要让你们来开箱一下，这一道是啥啊？哎，你还没告诉大家这道的基底是什么？文森结合米粉跟冬粉，然后再铺上猪颈肉。猪颈肉，康姆鸭，康姆鸭，我的最爱，我的最爱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你我其实我也蛮爱吃猪颈肉的、欸，猪颈肉我觉得也是适合啤酒的下酒菜。对，昨天才吃。哦，来来来，吃的很泰式，是不是？他吃很泰式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个口音也超。赶快要拌一拌啊！要拌一拌是重点。对。你在客气什么？因为它其实蛮重的。你看这个花生粉，满满的花生粉。它的料非常的多，非常的扎实。嗯、哦，其实这个就像是法泰的改良版。哎，这什么？我吃看看。虾米，虾米啊！嗯，怎么样？嗯，要形容，要形容，不能只能嗯，不能只能嗯，会被讨厌，因为你嗯嗯叫。第一反应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虾米。对，很大一颗吗？结果出不去，它就是这个就跟打泡里面不准有出现番茄是一样的道理。谁会在塔台里面出现番茄啊？赶快告诉我口感，甜吗？很甜吗？它其实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辣椒，但是其实吃下来就有点辣辣的。那种西拉茶酱。哦，泰国的西拉茶酱。来。哎、欸，你这也滚，这是在吃，这是在吃意大利面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嘴巴受伤，你真的一口塞吗？形象，形象，我的形象呢？我跟你讲，吃菜是没有形象，好吃就是塞就对了。猪颈肉很嫩吗？它有烤的味道，烤的，用烤过的。这个完全很香，而且又很脆。看来你们好像讲不太出话来。你们知道旁边的那一个这个韭菜是要拿起来用手拿，然后吃一口下去，然后再边咬一口这样子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味道超综合的。还是你想要被割韭菜？我正在享受刚刚那个甜甜的辣椒。我跟你讲，很搭。我以前不敢吃，你要先吃面，你先吃一口面，然后再咬一口。我以前真的不敢吃，后来我发现好好吃，而且越嚼越香，真的会越嚼越香。对，相信我，你们还跟大家讲说你们住泰国，还嫁给泰国人，搞什么啊？好，然后你们就不要好，赶快拿一个 bye。怎么样？马上。对啊对啊，他是要一起吃的。秒吃。其实没什么味道。欸、你是从头开始吃吗？还是从？我会从下面。对。下面是够味。对。下面味道会比较出来。对。好，可以。有没有在你嘴巴打滚的感觉？比较轻。撞来撞去的。不撞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其实。有些人不敢吃韭菜，怕它味道很重或很臭，可是其实不会，不会。我一直以来误会它，你误会它，所以后来只要我点盘菜或是有这个韭菜的时候，我其实都会一起吃。今天都把它吃掉。它很清爽。想喝什么？对，来 cheers 一下， yeah. 就是 ladies night， ladies afternoon 这样子的小聚会。没，其实很搭，对不对？欸、很清爽哎、欸。盘菜非常适合搭这些 cocktail 的鸡尾酒调酒这样子。它是有点是茶马瑙的鸡尾酒这样子去调的，就是柠檬茶，大人的饮料，小牛奶来给他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他们的 slogan 很特别， slogan 这边就写说 only kids drink milk， 只有小孩才喝牛奶。那你们是小孩还是大人呢？假大人也可以喝，我们喝的是饮料。